哎呦我，璀璨钻石啊！行，开了，你那边没开起来。我谢谢 Tripit 的钻粉卡，感谢 Tripit 的66个钻粉卡，感谢老板，谢谢老板的66个钻粉卡，给一个波波。这有的弹幕是不是傻逼？我们在这屋，我媳妇在那屋，我他妈不得大声说点话，我不大声能听着吗？啊？什么？我看一眼。好像死机了，他说重启一下了。挖掘机父系点什么？挖掘机父系点什么？不得看，不得看视频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冥王啊，挖掘机复系点什么？啥玩意儿？挖掘机复系点什么？点红的。冥王，挖掘机复系点什么？第一还第一个。完了。我媳妇掉线儿了，操！你上来了吗？好，右下角有个语音控制面板，点一下子。重进一下吧，我前面试过了，一直重连。行，那你就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。哟呼！我哥能听见我说话了吧？能。我哥你声音有点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回大没？大了。赢了吧？开始。我哥我带着剑上呀，我还要玩德玛西亚。行，你玩吧。
方人你也玩德玛西亚呀？那我都已经带剑圣了，您没让我花呀？那双人应该玩什么呀？双人就玩九五。对呀，双人就玩九五，但是你已经带剑圣了，就这么地儿吧。好的。你下次早点告诉我，让我花一下小小英雄。好嘞。双人皮不了吧？双人能皮吗？双人是不好皮呀。这枚义子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这套义子的强度开始让我刮目相。双人才好皮，野掉的时候不皮了。双皮双人皮玩不了，因为双人皮他那个算法他不一样，他那个他败了他也不给那啥，还不好控制，败了他也不给。这么忙，这哥们有点狠。我皮过双人皮不好皮。对，你要是输了的话，我支援快了你就完了。那个刀锋能给我一个不？当然可以呀。打不过了，那我卖了吧。来这么快，来人你好使。观众们都等着呢，把舞台都准备好。上百观众们等着看好戏呢。你没有对吗？你来，我没有对。好，本来有对的，然后刚才因为输掉了，我就把全卖了。好吧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我操！给我留张碗豪啊！我有。OK OK。看得过。哎呦我操，怎么少了一块钱呢？老公，我说话是不清楚吗？看看你有什么招数。我听得清楚啊。好吧，但我这两天确实有点感冒，还没好。嗯。
买的离手都是品，开始表演吧！你们看这家皮，它在几层？它才两层。当时皮不好皮。给了我什么呀？给满西亚，谢谢胡总。小问题。买的离手。这皮六层，这皮两层，不好皮。开始表演吧。过来支援我了吗？啊，支援来了。支援你，你这连麦没？发现这打野怪的前一波连麦没了。操，这哥们儿两星吧，有点东西。开始表演吧！是你放的吗？来点音乐，能听着是不？能听着。冒火了，全体起立！我操，疯！看得过这个，他们确实有点狠。这么厉害！哦，种子选手的运气用光了。为什么你血条是红的？因为我玩的双音模式啊。胡哥，你觉得我这个阵容可不可以呀？可以呀、啊。你也没别的呀。希望能给我个魔抗，我要和一个德玛西亚。完了宝，你怎么选了个左耳不缺？啊，这个东西不能选吗？不能选。
啊，这个怎么了吗？不是有任何以激活的期盼就会获得生命值和攻击速度吗？只要不具有任何以激活的羁绊，不具有，啊，不是具有吗？不你具的有。意思是只要不具有，完了，不是。不行，让他们一个吧，没事儿。我少看了一个字，怎么办，猴哥？没事儿，不行，让他们一个吧，让他们一个羁绊。哎呀，猴哥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也没问呢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，猴哥？实在不行，你就换八四也行。八四是什么呀？就是所有四费全上，上四费。左耳八四怎么玩，兄弟们？打气儿八四能用啊？我心好累哦，猴哥。就是都八四卡上就行，啊？我就让他们一个，让他们你一要么个，你就让他们一个，要么你就不直让接他们八四，就是升到八级，然后拿四费卡。我都已经喝完了，猴没事，你哥，装备能我不给想换那个了。泰坦法爆可以给格温，然后再合个那个科技枪就可以了。然后饮血剑给狗头我能用。那你什么意思呢？我玩八四吗？不是看你呀，看你想玩哪。我让他们一个吧，猴哥，你要金铲铲还是四阶英雄四阶一还是窃贼我要金铲。我让他们一个吧，我不想换。我舍不得，我这阵容都快成型了。哎，你拉倒，没成型。就这样吧，胡哥。你不要。你这全都是一张，咋成型呢？咋的呢？那我就白吃了。就八四吧，你玩一把。可以试试。OK，OK，okay. Okay, 那我玩一把。那我得赶紧升到八呀。啊，不着急，你七是自己写的，不着急。有个亚索，合个那个冠冕，合冠冕。好的。冠冕最好别给那个能用的英雄身。你给他占个装备格，你就放那儿就行，放左边就可以。我爱德玛西亚，这是哎呦，25层楼。厉害，他25，
我来看你了。你这把是要玩九艾欧尼亚吗？我要玩九五。眼里。我操！怎么不够钱呢？原理一张。下边打完你就地牌吧，你把那四费全拿了。给了我这么多钱呀、啊！啊，那小后哥啊。那我要合前排的装备吗？可以合呀。我有格温嘞，猴哥。对呀、啊。啊？我直接低排是吧？对。猪八运气，我不要五费的英雄是吗？要啊，啊不，五费英雄不要。猴哥，我的泰坦和银鞋给谁来着？给格温是吗？泰坦和法宝给格温，银鞋也可以给吧。差哪个四费牌？差哪个？差哪张？看好，不差了呀！我现在已经九个四飞卡了呀，我有点懵哎。我差，你差哪个两？差哪个两星？我全都没有两星。你瞅一瞅来，猴哥。马上。你一个对儿都没有吗？给你张亚索来。那我要给亚索装备吗，猴哥？亚索装备，你格温扔了吧。你把格温扔了，完事儿。你五费可以给我，你把那个一会儿把那奎桑迪给我。好的。你把那格温扔了，完事你把那个泰坦跟银血给亚索。好的。算了，你别扔了，格温有点厉害。别扔了，别扔了，有点厉害。我现在全是四费的怪，但是。我还有一个，别把那狐狸拿了。你要挑战，他跟谁是挑战？卡莎，鸟神。不要卡莎，卡莎给羁绊了。好的，明白了，猴哥。卡莎卖了，上这个。神域，行。那我有两司令怎么办呀？建模没有吧？哦，建模也不行。啊。现在是。两司令，黄鸡不要了。然后瑞兹换黄鸡可以换。哎呀，完了，上去了。
你有空的话给我哥。这一只是有神域啊，我看看他补过谁呀、啊？没啥好补，再多上一张别的也行，多上一张别的自费也行，就是比如说你上两张拉克斯也可以。黄鸡不要，黄鸡有点垃圾，就上俩哥们，对，这样。机场马上要变成修罗场啦！你如果有格温的话，可以给我一张了。给不了了，没有。虎哥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也挺垃圾的，谁也打不过呀？泽利，对呀、啊，我怎么没有看到泽利啊？泽利，对，我就差个泽利了。本来就给不了啊，我现在给拿了又卡他牌，现在拿他有什么用啊？会不会玩啊？虎哥，你对弹幕说话客气一点哈。那他不会玩啊，感觉有点捞啊。自家特王眼射手，哦，不行不行，王眼射手也不行。坏了坏了坏了！保障肾。好了，还有你呀、啊！啊，对面队友来支援了，我的队友在哪里？那队友没打过。虎哥，你要金铲铲和基础装备，还是文章之书和装备重铸器，还是英雄复制器？有钱没？英雄复制器。装备拆卸器和。英雄复制器。战斗爽！我将杀掉你们所有人。我找到主力啦！梭哈找三星，没有那些钱，而且一个队都没有，能找着谁呀？他十滴血，要我梭哈，看你像梭哈。打不过虎哥，差一张肾。还是九五比较厉害，我发现。上一个人，德玛西亚勇士长存。虎哥，再输一把我们就没了。没了，我们应该是没了。没有钱了。为什么你只能？没有钱呢都。
钱不是那么很够。鸡。嗯，你和我玩两次，我们俩都是最后一名啊，我有点不开心了。是吗？是我的水平太差了吗，猴哥？是吗？那回也是吗？对。什么时候我们玩还是最后一名啊？不是你这个吧，玩这个双人的跟这个单人的不太一样。嗯。